样子的。上次听银行说十万买回来不能买，但你买回来不敢用啊，它东西它不能保证质量。我们卖的交管机99%都不好，只有本国内不到10%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代理的那个做的，他赚的钱不到10%，90%都是好的。故障率应该是比较低的，比较低，有坏的，确实有坏的。你保护性一般，电子配件儿，电子配件儿会坏。比如说我们发到客户那儿去，激光管可能是包装不好碎了，碎了之后我们拍一个整体的，洗开拍一个整体的。